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蔡依林，现在所收看的是 LTV。这一次来巴黎还天气蛮好的，所以心情也很好，然后看到了蛮多很漂亮的珠宝，然后也跟当地的法国摄影师合作，也觉得非常的开心，所以只是停留时间有点短暂，有点可惜，但是很近距离的看到巴黎铁塔，跟我当时爬上去的感觉有点不太一样，就是蓝天，然后加上很漂亮的巴黎，让这一次拍摄的过程中很轻松，而且很迅速。进来就是本来想说应该有很多的家具，就发现这个屋主的他是一个画家，就很有那个艺术气息，然后非常大，很像一个皇宫这样子，很挑高啊，然后很多东西都是用旧旧的感觉，金碧辉煌啊，然后有很多他自己创作的画挂在上面，画龙点睛，我觉得蛮有巴黎的味道。非常恭喜 L 在今年迈入20周年，然后20年是还蛮不容易的，然后也希望L 杂志可以继续为所有的女生做出更多更好更有趣的东西，然后也希望 L 的读者们可以从阅读 L 当中认识你自己，也会更爱你自己。